秦之夏，虽然你知道我不是林浪，但我不相信你不会对我无动于衷。你看，他把我拉黑了。哎，你之前在医院还在嘴硬，我就知道你还深爱着景小姐，是吧？拉黑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也说明了他还在关注着你啊。真的？真的，你看看你，我们一向运筹帷幄的副总，竟然还有这么不自信的一面。你看你自己的绯闻新闻满天飞，景小姐都不生气吗？也就是说，生气也总要比不闻不问的要好。那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傅叔叔总是想让我们见一面，但是见你一面啊，还真是难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合作？我想把我们的合作谈成联姻。联姻？嗯，企业联姻，其实就跟结婚一样，排他性质，只不过是两个企业而已。你又想捆绑我抄绯闻了？小副总是有什么不方便吗？有女朋友？不是刚分手吗？你找人调查过？商业合作的尽调嘛，商务合同有写到的。我还知道，小副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不过人无完人，可能我们尽调的并不充分，还需要我慢慢了解。我还准备了一些联姻的公关稿，先炒作我们两个人结婚的绯闻，我想到时候会霸占所有头版头条。等两家公司股价上升，然后再告诉媒体，这只是一场企业战略合作，对吧？小副总还真是聪明啊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让媒体知道，我们是情侣关系。这个球对你来说很有意义，不过上一阶段的人和事都需要翻篇了。好，那这一次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相应宣传的时候能做多大做多大，我要让每一个角落都知道。一定。秦之夏，虽然你知道我不是林浪，但我不相信你不会对我无动于衷。